原来的话，这只有单横的房间是开放的。似乎能听到地什么人。哎，这单横的房间也有优化哎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有什么事？原来比这乱多了。这里对列车，即便阿基维利的旅途大多，所以看见那边的终端了吗？哦，角色图鉴是吧？动静内测的时候也没有哎。8:40就开。这边三眼器的房间有了。门没有锁。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只是稍微看。哦，三眼器的房间。原来这个房间是没有的。爱多操作系统。床上是啥？大母玩偶。嗯，不可能了，老黑进的时候都已经是101开头的。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，抵达未来。这边是照片墙啊。这咱们，哎，这边是什么？啊、这衣服是谁的呀？帕姆的衣服吗？各位乘客请注意，这边还没开，这边应该是机子的，最后这个应该是老杨的。判断老黑是老黑还是老白，就在此一举了。这拿着，把这个事发拿上，再开始梭哈。啊，正好48对吧，正好保底充完走。大哥来点带劲的，不要克拉拉，千万别再出克拉拉，再出克拉拉老黑直接哭下。哇，武器大师可还行，新手持第一发十连武器大师完了，开门黑，进了。哟，速伤来了，这物理 C 啊，第二发十连速伤。啊，又是武器大师呀，别呀！啊，这完蛋，这新手池直接炸了，两个武器大师。哎呀，佩拉被削废了呀，关键是佩拉公测大削，好吧，完了，保底了。啊，是谁？不要克拉拉，只要不是克拉拉都行啊。说实话，老黑都能接受。验证奇迹的时刻。啊！哇，武器大师，哎，哦，博尼亚，哎呀，还可以。虽然被砍了吧，不知道你啊，但是还是可以的，啊，可以，不知道你啊，虽然公测时候被小砍了一把，但是还是可以玩。哦，我的心啊，差点，刚才要测一下心率，至少突破200，快把不知道你啊请出来。